用哪些现方式保在护？呢，就是福田菩萨，福田菩萨业，福行、罪行、不动行为二，三行实性即是空，空则无福，无福行，无罪行，无不动行，以此三行而不起则。是为入不二法门。这里面有两个，一般来讲，我们常常讲，一个是福分，一个是罪业。啊，福分跟罪业，这是两样东西。啊，我们一般来讲起来，像这个属于天国城的话，你修福分，你可以到天上；你有了罪业，你就会下到地狱。是天堂跟地狱是两回事。两个相对的，一个是福，就是升天，有福就升天，有罪就下地狱，这是两回事。啊，不管那个耶稣也是这样子讲。耶稣也是这样子讲，有福分的他会上天堂，没有福分会下地狱。啊，基督教任何宗教都是这样，这是两个两个。那么在福田菩萨，什么叫做福田？福田菩萨，福田菩萨他懂得第一义。空，第一义空，他可以做娑婆世界上众生，可以等于是说一个表征啊，一个表征，他有福田，可以布施给众生，这是福田，福田两个字的意思。所谓福田菩萨，他是了解了第一义空，第一种福，所以他堪为众生的福田，这个就叫做福田菩萨。那么福田菩萨，他讲罪行、福行、罪行、不动行为二，也就是讲说。你做福分，去布施众生，这是福。你去犯罪，犯下了罪业，这个就是罪，也就是恶了。善的跟恶的，还有一个就是不动行，你没有做善，也没有做恶，这叫不动行。这样。讲起来呢，就是分开来的。我们看呢，那上天堂跟下地狱当然是两种，两回事了，两回事。按照福田菩萨所说的，这三种行为啊，它的真实性都是空的，都是空的。不管你作善、作恶、不动，都是空。空则在第一义空里面，其实没有福，也没有罪，也没有不动。一次三行而不起者，你的心呐、啊，
并没有起说要做福分的心，也没有要做作恶的心，也没有所谓的不动心，三个通通都不起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是不二法门。这个我听啊，我就觉得很不爽。当初的时候，六祖慧能讲，莫思善，莫思恶，不要去想善的，也不要去想恶的，通通都不想。这个时候就是什么？就是不二法门。不要去想善的，也不要去想恶的，不去想。我说，我那时候怀疑六祖慧能，我们应该是想善的，不可以去想恶的，这个才对啊！哪里是什么不思善、不思恶，通通不想。然后就是这个时候，其实六祖慧能，他当然是讲空的，也有一个讲有的，这是神秀。那他在唐朝的时候啊，他到了唐朝那个时候的那个长安啊，唐朝长安，到了守城。武则天很欣赏他，欣赏神秀，他是讲友的，以神秀为国师，就是北禅，南禅就是六祖慧能，就是讲空的。在我们讲起来，我到现在才知道，你不思善，不思恶，但是你随缘而做，随你自己的缘分去做，但是你不要去想那个是善。这个功德最大，我们称为那个就是阴德，那个叫做阴德，阴德功德最大。其实不讲功德，不讲功德，也不去想功德，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想功德。好像师尊啊，做千艘法船的超度，我们每天做，每天一定要做，但从来不想说哦，我做千艘法船度了千千万万的人到往生佛国净土，我的功德多大，从来不去想，我做了就是了。这个叫做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我从来就没有恶念升起，不要有恶念升起。恶念升起，你就要觉察到有恶念升起。觉察到恶念升起，你觉察到的时候，它就消失掉。有这个念头出现，但是你也压制它，它越来越厉害。不压制它，也不思恶，不去想这个是恶念，不要去想那个是恶念。你越想恶念，它恶念越出来。有时候你不去想，哦，这个是恶念，就是说一心向佛，一心向法，一心向善。当初的时候，我看到瑶池金母，看到阿弥陀佛，看到地藏菩萨，他们给我三句话：一心向善，一心学佛，然后呢，一心学法，一心向善。
那么我就是按照这个，但是我不去想那是善，或者不去想那是恶。你不去想那是恶念，你那恶念会慢慢降低。你如果越压制他，他的反抗力越大，反而就不好，反而会冲破，就经常会有恶念产生。所以他叫你不思善，不思恶，不思善那是应该的。你做了善事，你也不去想这是善事，不思恶，就是说你虽然有恶念，你也不要去压制它，放轻松，没什么。过不久，那个恶念就会消失掉。我是用这个方法的，我用的方法是这个方法，因为有恶念难免，因为产生了不好的念头出来，哎，这个不好。但你越压制它，它反抗力越大，每一次都会产生。你根本不要去想这是恶念，它反而会没有。啊，我用的方法是就这样，就是不是善不是恶了。我现在终于了解什么是不是善不是恶，就是六祖慧能讲，今天福田菩萨也是这样子讲，你不要去想，你做了就是。依照当初药师金母阿弥陀佛地藏菩萨跟我讲的三句话，你就是这样子去做就好。我就是这样子做的。所以当你能够不以它，其实都是空的，福分功德也是空的，罪行在地狱里面也是空的。你自己想一想看嘛，我们大家现在想一想看，有人犯罪犯得很严重，犯的罪很重，当然犯罪是要被抓去关的，但是你想一想看，你杀一个人那是杀人犯犯罪啊。诶，现在战争呢，你军人你本身就是要去杀人，你杀人不犯罪吗？当然是犯罪啊，战争本来就是罪恶啊。但是国家有这个命令，你是军人，你必须要做，怎么办？这就是一个问题，这是一个 question， 一个问题。所以军人在战场上杀人，算不算犯罪？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不过如果在福田菩萨讲，任何事情都不是问题。很奇怪吧，因为这个世界也是成住坏空，在整个地球上来讲，地球上已经翻转已经至少有七次，我学过地质学知道的，山会变成海，海会变成山，所有的生命全部结束，没有生物，然后再重新开始，那就全部都没有了。你做的善事有没有？没有。你做的恶事有没有？没有。你什么都不做也是没有。这个整个地球已经翻转了七次，已经翻转了，地质学上这样讲，已经翻转七次。
当初的时候听说非洲跟整个欧洲是结合在一起的，到最后再分开来，分开来，大家晓得，你可以在喜马拉雅山的山顶找到了贝壳，它过去喜马拉雅山的山顶是海底耶，酸甜啊，变沧海，沧海变酸甜，这样子来回已经有七次了。什么是福啊？什么是罪啊？什么是功德啊？什么是罪行？什么是不动啊？根本都是空的。在现实世界来讲，所以卢师尊在这里说法，根本没有卢师尊在这里说法。你们在这里听法，根本没有听众在这里听法。这个时间是移动的，明天就不一样了，明天就没有了，就是瞬间的结束。但是这整个世界啊，是比较一劫当中的一个结束，一劫啊，印度讲劫就是时间，这个一劫，一劫就是时间，一下子就没有。整个地球也是成住坏空，我们人也是成住坏空。